但带着笑脸像徐翠徐二徐大高外带着不乐火长得像啊可不是嘞正找你呢你找那你找那赶紧跑来哎你找什么呢你老不知道咱今天出门光速把气筒拦下什么叫气筒啊就是烟袋呀这个气筒能看你抽烟的能犯起烟瘾来啥叫我抽烟犯了烟瘾了可不是嘛不外紧的一宿不分家跟你再过个瘾值得吗什么值得呢值得呢我就闹你锅子大嫂子你老瞅着什么眼呢商家买的凤阳白头凤阳白头难抽的母鸡凤阳味儿哎一个叫凤阳白头没有凤阳味拿过来吧你还是饮着吧你拿来那再试试你这他娘的怪呀打你那小嘴到那那个嘴里头果不其然就有了凤阳味儿了你挨骂了怎么爷爷出着火也说着你老找难琢磨这俩人活计叫你做琢磨东西你且听了我这有个黄丝罐还有一口一块干想让胡记叫你做不叫你要走到他就是这个母鸡别的好办你拿去呗收件吧不用说件你拿去呗收件什么倒麻烦都得说件收件好请聊不要你坐来不要你走坐好摇下九地换天那要你做去了你受罪我咋不能嘛我不能你俩做个地走来做个地走你走吧不等你的孩子花咦今天出门花上去三儿走了吧这里是天哪这是这是过了李局长这是黑的阿哥他你左手二十五双咦大家们该来的呀站住嘞知道在坐在哪儿坐呀在我院里坐去上里头坐去可不是嘛那可不进去怎么那一天也是你这个大嫂子把咱叫到院里去我也坐完了出了个大胖子胳膊头子那么粗那么壮嘞经常不吹的那个蓝色那时的蓝色进去那那可不上你那个当嘞你这话漏了咋儿漏了我有说你跟你掏散头来的吧做小买卖不敢掏散头告诉你说吧我们当家的出门了家里头没人就剩我一个人了哦走你一人可不是嘛大嫂子你替我领着妈妈写个报哎归我来